而小春 Teresa 同埋 Otto 呢一对就玩叠罗汉，不过未表演前就发生咗一段小插曲啦。试完小春一个转身，唔小心撞到 Teresa 嘅重要部位，搞到 Teresa 都不知几尴尬啊！我是住在那个新界的地方，所以是蛮长蛮远的地方。来到现场上还那个碗没钉，跟那个 Otto 走。然后哎，以为开始又跌落坑了，看到哎呀，碎，然后就滴了两滴那个带一点咖啡的口水，这我觉得蛮浪漫的啊，所以啊 ，sorry， 崔莎。其实我真的不知道，因为刚才碰撞的那一刻，其实时间很短，那我自己也觉得很突然，所以我真的不知道。发生什么事我也不知道，刚才就只是知道有一下碰撞，就是有好像吓到那个感觉咯。